四个丫鬟长得都不错，哎，个个都像美女一样。嗯，哎，快来了！哎，这差不多吧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棒呀！拜一拜，求求佛祖保佑你们。你们拜完了，也都进来啊。是。秋香。在上，但愿明月夜夜圆，好花日日红，
青衣队里的佳人配一位翰林中的才子。菩萨在上，但愿花好月圆，俏丫鬟嫁一位美少年。你这个人真是好大胆，敢欺我们秋香姐姐，被老夫人知道不打你三百板子才怪呢。别理他，我们走吧。
我借给你，我喝几杯。哎，大哥，这是客气话嘛，哪有不给钱的道理呢？哎，你就赶快把车摇过来吧。好好好，我来了啊。啊，来了来了。请你快点嘛，快点嘛。快点好不好？慢慢来，别着急，等船靠岸再上船，你急也没用嘛。哎哎哎，啊，啊，上船吧。啊啊，哎哎哎哎哎，小心，哎哎，你小心点。啊啊，你看你急什么呀，这个掉下去不是好玩的呀。哎，坐好了坐好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有急事，我要赶上前面那只大船。哦，那是东京镇华太师的夫人到杭州进香的船，现在回到虎丘来烧回头香的。相公，我白天赶不上，晚上一定赶得上，你坐稳了啊。好好。相公，您跟华府是亲戚啊？啊，是的。是儿女亲？是表亲。哦，是表亲。哎，你赶快摇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相公，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？你会唱歌？会，你听着啊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等靠近大船的时候，你再多唱一点吧。多唱可要多赏哦。好，都依你，唱得好，多多有赏。谢谢相公。不过，要照我改的歌词唱才行。行，只要有钱赚，唱什么都行。那个四季里来百花香，百花呀那个香来呀不同样，春季里那个桃花红又红，只可惜那个春风吹落枝枯黄，夏季里荷花开满堂，只可惜花的藕心空独长，冬季里水仙人供养，可惜它花儿虽美不久长，唯有那桂子秋香不冷不热，温腾腾的正风凉，思秋香啊爱秋香啊，日日夜夜想秋香，怎不令人神魂飘萎，哎飘萎得神魂飘荡。一起
公子，下雨了。啊啊，下雨了啊。辛苦了，托相爷的福，一路平安。后堂休息吧。哎，拜见婆婆。免礼免礼。秋香子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老夫人命他在码头捡点行李呢。老孙啊，他还在码头。哎，还过来，还过来。都对了，你叫他们挑回去吧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哎，快点快点啊，快点挑回去。秋香姑娘，银盆洒了小生半身甘露，今天特来道谢。相公，你不能一走了之啊！我的船钱你还没给我算了呀？你算算多少钱嘛？多少钱？船钱、唱歌钱、茶钱，这个还有，不多不少，一共五两。我出门匆忙，没有带银包啊！你别跑啊！你跑不了啊！我不会欠你的。我知道你不会欠我的，给我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我们到茶馆算账好不好？好，只要有钱给，到哪算账都行。走，你先走啊。这把扇子你拿去当，可以当20两银子。相公，天在头上，人心是肉做的，你别拿我米天宫作弄嘛。一把扇子能当20两啊？这是，你放心好了，你只管去当，我在这儿等你，我还等这个钱付查账呢。好，我去试试啊。你可别跑了，你跑了我也找得到你。好。
哎，老板，哎，你替我看着他，他要是跑了，我找你要船去。哎。什么人呐？鬼鬼祟祟的，想偷东西啊？出来，出来！啊啊！你想当什么？我想当扇子。扇子怎么能当呢？您先看看，要能当就当，不能当您还给我。这又不是象牙的。哎，你当多少钱呢？啊，哦，这个那二十两啊，对对对对，二十两，二十两，且纸扇一把，当纹银二十两整。啊，能当二十两。哎，老先生，画这个扇子的叫什么名字？你不知道啊，这把扇子是唐寅画的啊。唐寅，唐寅是谁啊？唐寅就是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啊。他就是唐伯虎。我哎，怎么连银子都不要了啊？哦，对对，要要。哎，下一次你有他的画啊，你都拿来卖了。行行，我跟他也是老朋友了。这是相府门口啊，走开走开走开，走走。你不用赶我，我会走的。我要走到极乐世界去。小兄弟，为什么是你这么伤心呢？与大人。
小兄弟，别那么想不开嘛。啊，自古道天无绝人之路啊。嗯，你遇上我王俊呢、啊、总有办法想的。看你一表斯文，你念过书吗？念过几年书。那好，来来来，咱们好好谈谈。啊，来来，好的。来来来，来。哎，年纪轻轻，别那么想不开，总有办法活下去的。我们相府里边缺少一个承职书房的书童，愿意投靠吗？若得大叔提拔，真是感恩不尽。哎哎哎，投靠相府要有保人的，你有保人吗？哎呀，落难之人哪里去找得到保人呢？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相府里边要有保人才行啊，没保人进不去啊。啊，大叔啊，你就是我的保人啊。哎，大叔在上，请受侄儿一拜。哎，请。哦，叫他进来。是。康全，来来来。啊。他是也答应了。哦。来来来。来，拜见太师爷。拜见太师爷。你是王俊的侄儿？是的，求太师爷开恩。嗯，起来搭话。谢太师爷。嗯，老夫收你做一名书童，陪二位公子书斋伴读，文银50两，卖身3年，取名华安。快谢太师爷恩典。多谢太师爷恩典。你会写你的卖身文契吗？会的。带他去写卖身契。是。再到账房拿5两银子给他。是。华平。是。等一下，你带新来的华安到后堂叩见老夫人。说太师爷很赏识你的文才，你要好好的伺候，自有重赏。谢老夫人。你带华安去拜见二位少夫人。是。这人好像在哪儿叫着我。华安兄弟，走吧。哦，多谢老夫人。Mm-hmm.
娘。什么事啊？新来的书童华安来拜见，传他进来。二娘，以往的南浦人来拜见，您都是说不见的吗？这次例外，我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。是。华安，叫你上来。华安，还不拜见我家二娘？拜见二娘。哎，啊，你怎么不懂规矩，还不跪下？跪近点。素月，你先退下。是。华安，你是苏州人吗？不过我是住在乡下的。我不问你住在哪儿，你到底是姓什么的？姓康，名轩。康轩。华安，人的通病是藏头露尾，你的通病是露头藏尾。你站起来答话。不敢放肆。恕你无罪。啊，谢二娘。你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要来相府当奴才呢？求二娘多多包涵。华安，你太不争气了。你来的目的是？夜下洞庭秋，荷开水殿香。君子有成人之美。堂堂相府配贤弟，天香不可求，你若知难应之谁要你平八掌？
我穿衣早回乡，变得热模样，忙连累儿娘。想秋香，一夜上呀，我也上，日夜想秋香，时时刻刻上秋桑。哎，老宋，你认识他？自在官老师。要是代管老师啊，那是老师打扮的。这怎么是螺帽直身呢？我去问问他。你从何处来？我从来处来。从来处来。你来做什么的？我来相伴二位公子。原来你是来叫我们子曰。我不是来教二位公子子曰但是要我教二位子曰我也可以子曰老宋，来，我们上当了，他就是新来的书童哦。和大胆的奴才，这目中无人，这欠我大公子还不请安啊，也不跟我洗行礼，看我不给你一个来个黑虎透心。奴才胆敢欺负老孙，看我的法宝。老天，你的法宝涂到我的脸上来喽。抱歉老孙，抱歉啊。二位公子，我是奉太师爷之命顶名华安前来伺候二位公子乘职书房。华安，书房的事你会做些什么呀？我会的很多。那你倒是说说给看看。一会弹琴，二会焚香，三会对弈，四会做文章，五会吟几首风花雪月，六会弹一曲凤求凰，
七会画几笔山水人物，八会奏一套箫管生簧，九会未卜先知，十会风流自命，窃玉偷香。哇，你的本事真大呀！你能未卜先知，你猜猜我的心事？你的心事嘛？你说看。大公子心里想的是香，口中念的也是香，想香上牙床。哎呀，你这未卜先知啊。我来，你猜猜我的心事是什么？二公子挂念的也是香。哇，又被你猜中了，你猜我的香是谁？二公子想的是杯中之王，二字秋香。石榴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心里烦得很。唉，是不是华明哥今天没有进来看你呀？他来看我，不来看我，我都不稀罕，口是心非。石榴姐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家太师爷新收的一位书童叫华安啊，可真是人才出众。是真的。哪天有机会我也看看。你在哪儿看见的？他去拜见我家二娘，还说了半天话，才学可好呢。我家二娘也说不过他。那可真是有才学的人。他说些什么？你说给我听听啊。我也听不懂，他们都说些文绉绉的话，文来文去的，我一点都听不懂。素月姐姐，华明哥，你来了，石榴姐姐正在想着你呢。这是我给你买的花布，你看看喜欢不喜欢？我喜欢。你看呢，花纹很好看呢。我家彩布有蓝色的厨房，将军王孩子骗谁？拜见老师。拜见老师。当彩虹有蓝色厨房，将军孩子入千岁，厨师在的远道才子。于是有病连累两位荒废了学业。我呢已经看过你们所做的文章，大有进步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
我一定要呈给令尊大人过目，以示两位的进步啊。老师，你看了就行了，不用再给这家父看了。你这家父看了生气啊。令尊大人看了两位文章大有进步，一定高兴之至，和气之有呢，也显得于是教导有方啊。太师爷到。东翁，有劳东翁大驾光临，真是不敢当啊。请坐。拜见父君。太师爷。老夫子贵体如何？尽可多休养数日。承蒙东翁盛情，不以旷课相责，万分感激。现已皇居重开，料想东翁举杯酬月，对局吟诗，应有许多雅兴啊。讲到雅兴，真是一年不如一年，月余望日团圆少，人到残年感慨多。这是年纪关系，丝毫勉强不得。可惜我今年收了一名书童，就是他，天才很好，可惜才风命薄，沦落在童仆之中。老夫子不妨试试他的文思，便知敏捷与否。东翁，你试过了便是了。老夫子试试何妨？是。你听着，老夫子请指教。现在是秋天了，旅客赶秋，这是常有的事啊。我的上联是千里山河迎客梦啊。下联是万家真楚动秋声。老夫子此对如何？又昏沉又典丽又敏捷。小弟华安，因为我是新来的，路不熟，要到大厨房去取水，走错了路了，真是打扰姐姐了。你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呢？我这个小厨房里也有水啊，来嘛。以后啊，就到我这儿来取水好了，都是一样的。请你坐。
姐姐，您坐一会儿。姐姐，谢谢你，快给我水吧，免得老是久等了。那你坐下，我给你打水。好的。谢谢姐姐，你别忘了我要来看我的。是是是，我会来看你的。华安兄弟，你要来看我？哎哎，我会来看你的。秋香姐姐，小生真是三生有幸，又在这儿相逢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不要挡着我的去路。姐姐，你真的不认识小生吗？哎，姐姐，哎哎，姐姐，你身在相府，难道不知道相府的家法？你再阻拦我的去路，我去禀告老夫人，责打你300大板，绝不轻饶。小生为了姐姐，死也甘心。几下家法，受而无怨。只是今日相逢，要讨取姐姐千金一诺。你究竟是谁？要说出真名实姓来。小生就是苏州桃花坞唐伯虎。你既然是唐伯虎，到此作甚？姐姐，不求三教六情说，三条情锁牵魂魄，一笑本在路飞青妇女，你休想乱来。情非有意，有
去提防当家亲家一叫声啊，唐郎姐姐。辛苦多年，小儿能得今日的功效，老夫略备水酒以表寸心。这是上天之德，老太师之鸿福，本立何功之有啊。谢老太师啊，请。大郎二郎，为父看你们的进作敬意很多，都是老师循循善诱之功。哪里哪里，你们敬老师三杯。老师、两位贤妻肯用心思，才能有今日。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前程未可限量啊。两位敬于师三杯，于师也得回敬两位三杯呀。哎，老夫子太谦了，赐酒可，敬酒则不可。你们向老师立饮三杯。老师，我敬老师。敬老师，老师。谢老师。花干花切在。在。半张椅子摆在东窗。是。花瓶花旗在。半张椅子摆在西窗。是。是。近来你们的文思大进，为父要当面试过，做得好为父有重赏，做得不好那就是抄了陈文，存心欺诈，哄骗老师，为父要家法从事，绝不饶恕。爹爹，我还没有吃饱了，做好了文章再吃。不能做全篇，半篇也无法。我要看看们的笔录和交给老师的两篇文章是否相同。姐，我明天再做吧。我今天胡说！来呀，家法伺候。老太师息怒。两位贤妻不可抗命啊，做得略微不好也不方事啊，去啊。大郎到东窗，二郎到西窗。是
喂，来，摸，过来摸。啊，华干。真酒是老夫子，老太师，老夫子，让他们慢慢的写，我敬你一杯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请讲。老夫子，看看令高祖的大作。老太师，这样看来，那两篇文章一定有代笔之人呢。老夫子，你说代笔之人是谁？当然是闺房以内呀。不见得，我的两房媳妇虽然都是名门才女，可是老夫家教甚严，不敢代笔一次。是是是，畜生，还不从实招来！何人代笔？来呀、家法伺候。是。爹，不用家法伺候。是华安做的。是华安的代笔做的。小人有罪。哼，公子逢妻作文是他们分内之事，谁要你卖弄才情哄骗老太师啊？启禀太师爷，小人因见二位公子为了两篇文章废寝忘食，一时斗胆竟代做了两篇文章，扶起太师爷，小人愿代二位公子受罚。好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太师爷。嘿，老太师啊，他承认代做文章，何以轻视令郎啊？难道他的话就可为凭证吗？老夫子说的是。华安在。老夫子不信你会做文章，要当面试过，你敢吗？禀太师爷，小人遵命。老夫子请指教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听着，你老夫子。不用安之身，相互中收拾心。
画宝啊！老叔，你看好一张纸给弄脏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拿来我看看。老松他你自己只要我来画他一画就变成一幅画了。哎呀，华，你这本事真大呀，可以务必成画。这不是大家，这是个小鸽子。华本事真大，你画人物会不会？既然二位公子欣赏。我就画和和二仙。好。哎呀，画的真好啊，两个人啊。给我收藏起来。老宋，是我的，是我拿到的，是我的呀。我先拿的。老宋，你这进去吧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老宋，这是我的。老宋，你们在抢什么？是我的，是张画。快拿给我看看，是谁画的？拿来，是我。你看看好不好？是谁画的？是环画的，好吗？我送给老夫人看看，是华安哥画的，老夫人一定会喜欢的。还我，是我的，只是我的。我送给老夫人看看，难道不可以吗？快去吃点心吧。老夫人，快来看呢，是华安哥画的。比唐伯虎画的还好呢。这和和二仙画的真好。阿弥陀佛，原来画的是寒山拾得。婆婆，你再仔细看看。二贤媳，怎么寒山貌似大郎，拾得貌似二郎？启禀婆婆，华安是个忘恩负义之徒，公公婆婆亲眼看待他，叫他在书房伴读，他不该借话来讽刺小主人。这一雕一歌，分明是雕者雕嘴，歌者是说话咕咕声。哎，这分明是欺负小主人忠厚。可恶的奴才，我一定要重重地罚他。东向，是，去把这个奴才给我叫来。是，老夫人，快去啊。秋香，老夫人，家法伺候。是。
道。小人华安拜见老夫人。华安，你画这幅雕歌图容分明是讥笑小主人，你可知罪？启禀老夫人，小人并无讥笑之意，这幅画尚未完成，本想在画上提上一首七言绝句，刚写上四个平头字，小人入内洗手，正巧东乡姐姐来了，她一定要拿了内堂，小人想阻止都来不及了。老夫人，是奴为不对，反惹老夫人生气。嗯，原来如此。二贤媳，我说他不会没有良心的。华安，啊，是，你说雕歌图容是颂扬，不是讥笑，那么你把七言绝句念给我听听，如果颂扬得体还可倾诉，不然的话一顿板子绝不轻饶。老夫人听禀，凋零剑下见奇功，歌租传书战略通，不会分扬闯满户，荣成彭祖一般通。嗯，说的对。婆婆，原来魏掌柜大师二贤媳说的有理。华安，是你仗着小有才情，有意讥讽小主人，算你强辩有理，家法虽免，但要你尽会一副观音大士的慈容，将功赎罪，你情愿吗？小人情愿。婆婆，就让他们起来吧。嗯，都起来。是。谢老夫人，多谢少夫人。婆婆，这画像要一个素性洁净的人嬷嬷伺候的。你看谁最素性？秋香。秋香。是，你到东轩伺候嬷嬷，不准闲人进去打扰啊。是。多谢少夫人。谢过老夫人，不懂规矩。啊。多谢老夫人。
你这是叫谁话呀？叫你话。怎么连个称呼也没有啊？我不是画画的。华安哥，请你画画。我也不是华安，我是江南唐伯虎。你不如叫我一声螳螂。你爱画不画？姐姐，你不耐久立，请这里坐吧。你不用管，我哪儿都能坐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为什么这样怕我呢？一时无奈又是懒，吓得奴家今又不忘。你若再做吃馋状，奴家禀告自为堂。姐姐，你不要走哦。我不会走的。你放心画吧。放心落寞安思量，追踪而来世间上，自称江南唐伯虎，我自当他是家茂，是自书画与道妙，不是才子是难找。若果真是唐伯虎，前世修来今世福。姐姐，你请过来。你看这画如何？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为秋香屈居同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姐姐你不用慌，这里边有文章，标记一首戏将月我这是为你画的。全画好了啊？画好了。你今天来看我，来来来，到里边坐去。谢谢姐姐，小弟是奉二位公子之命去向老夫人领取人参的，不能坐了。哎呀，幸亏你遇
遇见了我，才不白跑这一趟。今天十五，老夫人到佛楼念经去了，紫薇堂只有秋香一个人看守。秋香姐姐，你好大胆，难道你不知道相府的规矩，竟敢私自闯入内堂？姐姐请不要生气，小弟侍奉公子之命前来领取人参。要领人参？嗯，老夫人念经还没有回来，请你等一会儿再来。老夫人不在，真是天赐良缘。秋香姐姐，我们可以互许终身。姐姐，请你给我一件信物吧。真笑话，谁答应过你要给你信物？是姐姐三孝答应我的。姐姐，请你面许终身。嗯，你要我面许终身，我先给个哑谜，你猜猜。什么哑谜？快给我猜。啊。你猜着了，就知道我允婚不允婚。请指教。啊？我猜错了。嗯，我再给你猜一个。好，太师李夫人由外边回来，三百板子打你的屁股。啊，妙极了。你我三更时分，后、哦、花
哦，孤单平生结同心呐、啊。大公子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答应我，去亲一下我，我就自走。大公子啊，老夫人还没有回来，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你不答应我，我老夫人不走了。秋香，你别走嘛，别走嘛。秋香，让我亲一亲。大公子啊，今晚三更时分，你在后花园等我。那个时候你给我亲一亲。好好好，那你现在走吧。现在先亲一亲吧。大公子，三更时分，走吧。你一定来啊。怎么办呢？为什么他们都要欺负我呢？秋香，秋香，秋香，大公子，你又来做什么？秋香，大公子，老夫人呢？在佛堂念经就要回来的。我知道秋香，我是老实人，不会花言巧语。你可依从我，什么万贯家传、西楼的成语，我都抛弃不要。我要跟你私奔，秋香。秋香，二公子，这怎么可以呢？秋香，二公子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秋香，二公子，啊，今晚三更时分，我们在牡丹亭相会啊！好，秋香，我给你，快走吧。牡丹亭啊，我在牡丹亭去等你一下。对，哎呦，糟了，哎呦，老夫人回来了。老夫人。秋香。是。你准备一下，晚上我要到后花园牡丹亭烧夜香。老夫人，你刚烧完香回来怎么。
晚上花园很凉的，你去歇歇，改天再去吧。今儿十五你忘了，天气不冷不热的，正好到花园去走走。冬香，你跟秋香一起准备，晚上陪我去。奇怪，大公子怎么也来了？秋香，你又在骗我呢。老夫人，你小心点走啊。老夫人走好。老夫人，你看得见走吗？看不太清楚嘛。那我去拿个灯来。不用了。冬香妹妹，你照顾一下老夫人，我去拿灯啊。好。秋香姐姐，你快放手。秋香姐姐，你又骗我了。你赶快放手啊。秋香姐姐，你答应我吧，以后不要再骗我。我的终身只能许给真的唐伯虎。哎呀，什么呀，又来了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快走。臭事啊，我是老夫人。你们这两个畜生，还不给我跪下。跪下。跪下，畜生！你们这两个畜生真把我气死了。母亲大人，别生气，是秋香他骗我去的。秋香他是害人精。你们这两个畜生，你们不去调戏丫鬟，他怎么会无端端的骗你们？二位贤婿，你们上楼去吧。是。这两个不孝子放在我的眼前，越叫我生气。你们以后要好好的管束他们。还望婆婆不要给公公知道，免得公公生气。大贤妻说的有理。你们都听着，今晚的事不准传扬出去，要谁嘴快，就以家法处置。是。秋香，你也不是，你这样欺骗少主人，我也要重重的打你一顿。老夫人，我起来。老太师在上，晚生祝枝山拜见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祝孝廉休得客气，老夫已退归林下，不敢受此大礼，请坐。谢坐。请坐。啊，祝孝廉有何指教？晚生特来拜访，有两种来意：一为师友唐伯虎已失踪数月之久，晚生到处寻访不着。今日路过东亭镇，因老太师和他有亲戚之谊，请问老太师可知道他的下落？唐伯虎恃才恃骄，狂妄自大，老夫虽与他有亲戚之谊，但从未见面，也不来往。
但不知何以失踪，从未听我二儿媳提起过。啊，这个晚生倒不清楚，不过日久恐生不测，事故到此，一来向老太师请安，二来探访唐伯虎的下落。不知祝孝廉这二位何来呢？二位静闻老太师府上有一位书童，能诗善画，才华出众，甚且超过晚生等辈。耳闻世虚，眼见为实，所以晚生特来欲求一见，以证其实。哦，要见家童那太容易了，来呀。在。叫华安来向祝孝廉请安。是。华安兄弟，太师爷有何吩咐？华安，祝孝廉慕名而来，还不见过。拜见祝孝廉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。祝孝廉，所料何事？老太师，贵管家果然相貌不凡，一表人才，老太师真是慧眼识人呐。晚生告辞了。我略备水酒为祝孝廉接风，何以如此仓促？哎呀，多谢老太师了，晚生心领了，晚生急于要上船寻访唐伯虎的下落。既然如此，待老夫送你一程。这不敢当，嘉宾登舟哪有不送之礼。太师爷，小人代送吧。对了对了，就请贵管家代送一程吧，晚生正要请他吟诗一首呢。华安。是。待我送祝大爷一程。遵命。晚生告退，恕老夫不送。祝大爷回来了。唐相公，祝大爷找到他了。祝兄，你早已知道了。你瞒不了我呀。是船大哥告诉你的。小唐啊，只要我略施小计啊，黄老头就不得不上你的当。多谢祝兄帮忙。岂有此理，真是岂有此理，祝志山这个鬼才，老夫好意接待他，他反而又骗我的书童。这难道我华相府中就没有才貌双全的卑女配你华安吗？你怎么回答他的？小人回答祝大爷的话说得有理，但是老太师待小人不薄，万难不别而行。你回答得很对。祝大爷说什么？祝大爷叫他祝志山，叫他鬼才。祝志山说小人不明事理，若不随他私逃，那就永无回乡之日，要做一辈子的奴才。皇啊，你别中了他的诡计，量他一名县院，他能养得起多少卑女，哪比得上我堂堂相府卑女如云。你要欺访老夫早有此意，现将府中所有卑女排列在鸳鸯厅上任你选择，你可愿意？多谢太师爷恩待小人。皇安，从今以后你安心在府中教书，我让大郎二郎改换称呼，称你为老师。小人今生报不尽太师爷的恩德。通知老管家准备喜宴花烛，华安选定妻房，即日完婚。是。
香。东向玉环，一个都选不中，我看你还是割爱让秋香去应选吧。秋香，不，我舍不得。婆婆，你问问秋香，她自己愿不愿意？秋香，你自己的意思呢？娘子，这是二娘给我的见面礼。怎么，是把钥匙？是后门的钥匙。二娘，你真是成全到底，你真是我的好表妹。哎，你来了，哎，全在这儿。朱大爷，他们来了。哦，哎，来来来。哎，小常啊，妙计果然成功啊！哈哈哈，多谢祝兄。哎，上船来吧。娘子，弟妹啊，恭喜你了。